经过测试，本来想说这个小心恶犬是随机的，后来发现它不是随机的。你如果不去偷骨头，它几乎都不会醒过来。而且你如果轻轻的偷，轻轻的偷，例如说现在偷白色这只，它就不会发现。那如果你偷了，你就偷的这样，它就会开始有一点感应了。如果停留时间久一点，它就会，所以它是感应的，不是随机的。